好，来，我们在这一边的 set tree 的题目，我把它乘进去的时候，它会变成15加 5k 等于 20k， 所以我的这个 k 搬过去的时候，15等于 20k 减 5k， 然后等于 15k 等于 15， 所以15除15等于 k， 所以我的 k 等于1。然后另一种做法呢，就是说我的这个5挂弧3加 k 等于 20k 的时候，我把我5除下去，所以我的3加 k 等于 20k 除5等于 4k， 然后左边还是3加 k， 然后我把它搬过去，所以3等于 4k 减 k 等于 3k 等于 3， 所以我的 k 等于3除以3就等于 1， OK， 所以我的 k 等于 1。 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告诉我它是一个 trapezium， 然后还有一个equilateral triangle， 就是等边三角形，所以这三边都是20。然后 perimeter 呢是 equal to 这个的 perimeter， so perimeter 就是周长，周长就是全部加起来，所以我的 y 加6加 2y 加9再加9会是等于我的20加20加20，所以它会是60。然后这个的它是24，然后 3y 加 24， 所以我的 3y 等于60减24的时候，它会变成36，所以我的 y 呢会是等于36除3，然后等于12，所以我 y 等于12，y 等于13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9加9加6等于24，然后60减24就36， 36除3的时候是12， OK， 好，答案是12。 OK， 我要检查的情况之下，我看一下我的答案对不对。如果 y 是12的话，这一个就是2乘以12 24， 这一个是12加6 18， 然后这边9这边9，所以我第一个的 perimeter 会是24加18加9加9，所以24加18加9加9等于60。然后我的第二个的 perimeter 是20加20加20等于60， OK， 所以是我自己的答案，这一边答错， OK， 答案是12。